要请教你哈，家庭你也当选代表，哈、哦，我去听个乡民代表，啊，你要安怎做一个扮演一个真好的代表的角色？其实我感觉即个参选，甲今我就是秉持一个理念，有无？打破目前选举的方式，啊，我服务的精神，有无？就是像我即摆咧坚持的，头尾就是坚持服务的精神。只要有无有需要我，电话到，我人一定到。啊，只要有无，准人歹势卡我，只要我有了解，我家己主动去关心。不管是三川有无的环境，还是有无即个困苦。诶，人，因为我一路一路咧行中间有无，我发现着新林村、甲田间村、桂新村，拢每一村拢有十几户，即个人拢更加需要咱用搁较侪时间去关心、去帮忙。啊，即就是我现在咧拍拼甲努力的目标。因为我希望讲未来有无，受到三村即个长辈、即个时代、即个乡亲，互受到伊搁较侪肯定、甲支持的时候。自然因就会支持我，支持我。我去的时候，我有更加侪能力，更加侪能力来有无关心甲改变有无？关心三村啊，照顾更加侪有需要我帮忙甲关心的。啊，你对五吉乡目前的乡情啦吼，包括观光啦、农业啦、啊其他公共设施啦吼，啊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其实我是一个政治的新人，好不？真侪代志有无？我嘛一步一脚印，啊，嘛伫这个参选的过程有无？嘛吸收到真侪经验啦。但是无，以目前讲，我以咱讲甲看法有无？应该是经验还佫真侪不足的所在。但是这未来有无？我若准有机会受到支持，顺利有无来当选了后，我会有无会找这长辈，我嘛会佫去增加家己的常识甲知识，会向这个目标有无？向阮三村仔头无，这个同基层的，这个目标啊，你啊讲，若是有哦，即个政治讲啥，无计用对的，可能我这下辈新人有哦，可能目前的咱讲也无法度看到，但是我有法度改变的就是哦，社区甲社区人甲人有哦之间的互动，对这方面我是不离有信心。